为什么被队友击倒后可以选择让队友不能失去你的包呢？这个功能是光子后加的，曾经只要被队友击杀都可以填你的包。为什么会加入这个设定呢？其实目的只有一个，就是为了让玩家不要互相残杀。现在想想看，为什么有时候队友会互相残杀呢？第一个原因肯定就是有矛盾了，然后看队友不爽就想把他击杀。这种情况就算发生了也没办法，毕竟不可能把手雷燃烧瓶改成对队友无效。这个原因小伟之前说过，想知道的可以去小伟主页搜一下。其实光子最主要就是为了杜绝第二种情况，那就是为了装备互相残杀。有时候队友看到你捡到空投武器了，或者有三级套吉利服了，这时候他想要但你不给他，他就会想着把你给击杀了，从你身上直接拿。于是光子为了杜绝这种情况发生，改成了给被击倒玩家自己选择。如果是故意击杀你的，你完全可以不让他失去你的包，这样他击杀你就没意义了，这种情况就会大大减少了。所以光子这么做还是蛮聪明的。好了，这期就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期见。